大家好，我们居家听闻佛法实践道。首先请每位以虔诚的心向佛法僧三宝一起瞻仰三宝。阿拉亨萨玛萨布陀帕克瓦佛唐帕克瓦唐阿毗瓦提弥拜สวัคตุภะคะวะตาธัมโมธัมมังนามัสสามิไปสุปาติปันโน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สาวกสังโฆสังฆังนามามิไปอันตมยังพุทธั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ปุพพาคะนะมะกาลังกะลุมะสี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าลา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าลา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请每位以虔诚的心向佛法僧三宝顶礼三拜拜再拜三拜。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呢，跟着上次也有关系，就是说对于在一个国家名字叫瓦齐，有一群国王，他们都是一些好像民主主义的制度，就是每个国王都有权利，然后呢他们都来保护他们的国家，但是后来比较他们的国家的强，想要占用他的地方，要打仗。但是呢因为本来他们有守一个阿帕里哈尼亚坦，怎么打也打不赢。但是后来呢有人家的继母来再安排送那个内奸进去里面，弄到人家他们有冲突，然后呢就没有合作，有吵架，结果呢本来这是很强就变弱，人家的打赢。这个是因为当有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规定了，如平常呢要改的人呢都是因为是对于自己不方便而改。今天才来跟大家分享。那对于为什么比丘呢？已经时间流转了2500多年，但是在比丘界里面从来没有改过，就是因为呢，以那个时候佛陀就有设定了，然后阿难尊佛陀有给一个机会说，如果以后哪一条戒大家认为不太实用，不太适当在那个时代啊，可以改。但是呢因为阿难尊者没有来再请教佛陀说哪一些可以改，哪一些不能改，所以呢在没有邀请，所以在第一世的集结经那个集结经、哦、
就是来这设定，那这样的话呢不清楚的就保留下来，到了目前2500多年这个比丘经。但是当佛陀没事所定的那个制定的一些啊，叫做学术，学术呢就是玛利文叫做西卡，就是出家人应该要遵守，然后呢这些啊都是为了修行方便。佛陀每次要制定学处，就是比丘戒的每一条，不是马上就定的。以前呢在佛陀时代，舍利佛有看到一个蛮大的宗教，宗教师呢他的徒弟也很多，但是后来当他往生过后，他们的徒弟呢就自己好像自称自己，然后呢就会有冲突，有吵架，就会造成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宗教信仰的那一派啊就发生问题，然后呢就会毁灭。舍利佛看到这点呢就反省，诶，这个事情以后在佛教会不会发生，为了佛教的能够常住，能够利众生长久，舍利佛就以这个念头来去禀告佛陀说，这个事情发生，佛陀的意见是如何。佛陀说，因为呢这个事情是别人，不是在佛教记，所以呢就没有在定，但是当有事情发生过后，佛陀才设定。因为那个时候呢，当大家在佛陀刚刚弘扬佛法，全部这些出家都是都是阿罗汉的，所以那些对于阿罗汉的自己本身呢不会犯戒了，因为他是世界上的福田。然后呢阿罗汉有两种，就叫做舍卡跟阿舍卡。阿舍卡就是什么，已经在修行上学习的，已经毕业了，不用再学了，就是什么已经解脱完的烦恼了。舍卡就是还要学习的。所以呢后来在刚开始都是已经全部成阿罗汉，但是后来就慢慢的有一些普通人，有一些从有普通的比丘，有神通的比丘，有很专长的一些叫做阿悉地，都有不同。从那个时候呢，当有多的比丘来，然后呢就有做一些造成很多人会批评，然后呢也会影响到其他的比丘们修行，所以佛陀才开始在定。所以呢当来设定的时候呢，佛陀有原则，所以呢这些原则我们可以参考来再看，我们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设定什么是制度啊。因为那个制度当一设定的话，它就会影响到大众，所以当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好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人的麻烦，造成人很多人不方便。为了避免这些，为了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能够一直发展，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佛陀以这个
实相的来设定有什么好处呢？看哦，因为呢，到了现在2500多年，每位比丘一出家过后呢，都很遵守，然后呢，会很乐意学习，没有感觉被逼迫，好像要忍，不是。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有某一些规定，某一些条例，然后呢，我们觉得不太实用，不太适合，我们就会很反感，就会有抵抗。同样的，但是呢，在这个比丘戒呢，大家都同意，然后呢，都觉得应该要保留下来，因为呢，看到都是好，没有坏。这个是原则，很值得我们来再研究，来再了解，来学习一下。佛陀呢，当来在设定的戒律，戒律呢，在佛法里面叫做学处，巴利文叫做悉卡，它不是好像五戒的，好像五戒就是不能杀生，不能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些都是不。所以呢，当戒就是什么戒指，我们千万不要碰这些。这些都是什么？因为呢，当我们犯了五戒，就是我们破坏人性的条件，所以呢，这些啊就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健康方面了，或者我们转世可能会当恶鬼、阿修罗、堕地狱。但是比修戒都是为了修行更好。所以呢，当佛陀每次要定比丘戒哦，都会以十个。第一呢，以什么？为了僧团的优越，就是什么？僧团的好处，只有给僧团好处，不会有什么利益，没有利益存在，是好处。都考虑了，生团会好的。然后呢，好到哪里？第二呢，也是考虑到生团的安乐，除了给比丘们能够学习的更好，然后呢，还是心灵还平静，相处的有和睦，有好处。有快乐，相处和睦，都是以僧团了，以僧团，以大众，大众都认为对的、好的，所以呢，佛陀才定。第三呢，是为了折服无耻之人，就是我们控制这些啊不好的。比修不好的人，不爱修行的，都克服不要他做随随便便，或以他自己不用功，然后呢就破坏僧团的好一面的一种好的印象，弄到人家害怕等等的，这些都是为了折服无耻的人。克服这些不清净的、不修行的、行为不好的，就是为了这些。第四呢，是为了行善比丘的安住，给这些爱修行的每位呢，都觉得这个戒
会对他安身的在修行。看呢，有对的团体生团好处，生团安乐，然后呢还可以克服一些不乖的比丘、不好的比丘，磨练他，然后呢改善他，然后呢还有给这些爱修行的都能够安身的再修行下去。第五呢是叫做为了防护宪法诸漏，就是什么，为了避免或是防止不要造成为现在的问题，不会把那个问题，不会造成问题出发，从那个生存。第六呢，是为了防御后世诸漏，也是什么，以后会发生事情，发生事情的。例如说，当佛陀来在设定呢，就是有一条，就是什么呢？因为当佛陀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呢就带自己的儿子叫做罗活罗，那个时候 是七岁来出家。为什么带他来出家？他那个罗罗的太子呢，他就来跟佛陀说，因为他是佛陀的儿子，亲儿子，就说，父亲，你能不能给我你以前的财富？因为呢，当迦多太子诞生的时候，有八个事情同时发生。那个该八分之一呢，是有四方国家的四方那个财宝。是有一个四方国家的四方的四个方向有一个财宝出现，但是当迦多太子出家，他就沉下去，所以呢，他就来讨，但是佛陀就 OK， 我要给你比这个珠宝还更好，这是什么？阿利亚玛，就是。出世间法，就带他来出家，给舍利佛，让他出家成为小沙弥。那个时候呢，当那个梵净王，就是佛陀的父亲的父王哦，就听到我的孙也跟着出家，我有一点不满意啊，就来跟佛陀讲，佛陀就解释给他，跟他说，然后呢，他就说，以后呢，如果是有人要出家，先得到他的父母同意才可以出家，佛陀就 OK。这种话是什么？两个，就是宪法跟后世诸漏，就是佛陀就答应，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每位男生要出家，无论是当小孩子或是大人，都要透过家里的人同意，长那个家长的父母亲呢同意才能够出家。这个我们是为了预防，有一些事情新发生了过后呢才设定，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佛陀不会先设定的。这个是佛陀的智慧。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说，诶，为什么条件那么多？条件多的代表什么？那边复杂。如果是哪个地方大家都谈好了，大家都守规矩，然后呢就自动去做，这代表那个地方的人的品质很高尚，所以呢可以克服自己，可以教导自己，然后呢不会犯。
这个是为了后世诸肉，这是骨灰在法身，或是某一些好像比丘尼，为什么比丘尼不能吃葱？这个是原因呢，在有一位比丘尼，他出家过后，他的讲经说法很好，然后呢，有居士就来再看师父，如果你因为他的家有种一种那个红葱啊，这些就说，如果师父你想要的话呢，那就可以随时可以来拿。结果那位比丘尼呢，就拿完他的家里的一种葱啊，拿完很他回来就看到，哇，那个比丘尼拿光是太贪，他都有不满意，然后呢就来再批评。这个事情一传到比丘，比丘就把这个事情禀告佛陀，佛陀呢就叫比丘尼来，然后就直接问啊，他就说是他这样做，佛陀就以这个事情发生就设定以后比丘尼不能吃葱。为什么？为了因为出家不是为了这个东西，是为了修行，所以呢这些都是为了后世预防后世诸漏，就是让这些烦恼不会后以后会发生的，这是要预防啊，这个原则。然后这是为了无信者生信，人家没有信佛，看了哦，这个话是很好，然后呢起升起了信心，对佛教有信仰，然后呢就有要学习，这是为了这个。然后呢为了已经有信者可以增加人家的信仰，不是呢做了过后人越来越不相信那位，就变成也不相信整个佛教整个僧团，那这种话呢就是很严重。但是如果是这位的师父行为妥当，讲佛法很有道理，然后呢提供方法给居士听了，能够解决自己生命的烦恼或是问题，然后呢人家就增加的信仰，那就是好。接下来呢是为了正法助力，就是什么佛法可以稳，可以普度众生，大家都相信这些法都是如法，谁修如法就会得到他的好处。所以呢这种话是都以十个哈。第十就是为了知义与律，就是什么所设定都是为了规定。然后呢都要有好处，可以让大家都能够遵守。然后呢做了就很不会好像被绑住或是被困住的，是很自由。这些十项的，这是佛陀为了比丘制定学处。当发生什么事情呢，佛陀都会请一些有人批评，有发生什么事情，佛陀就会叫他来，然后呢佛陀就问了过后，平常在佛陀时代大家都不会说谎，有做对做不对都会说，然后呢佛陀就看这些事情发生了，很多人批评不应该的，所以呢就阻止别人做。好像出家人不能砍一些人家去拜的大树，
都变成不能砍树。其实那个树呢是什么？很多人来去拜，大家认为有天人啊，有鬼的地方啊，出家人不能去砍那棵树。为什么呢？因为人影响到人家的信仰。比如说人家在拜拜啊，师父说这些你拜没有什么用的，来拜三宝啊，然后你就打破砍掉这个树。这样的话呢，人家对佛教本来没有信仰，他就生气，就会变成有冲突，不能做，这些不能做。然后呢，这些啊，哪一些会对于比丘好，就一直在维持下去。所以在当来设定比丘戒的，都会以十个。所以呢，当以十个佛陀的以十个过后，提到发生事情，然后呢，就宣布给所有的比丘，大家都记得。以前呢，都是用木卡巴塔的什么诵念，大家都一起诵，然后呢，就变成比丘记。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就是有目前的227条。有一些是不能做，有一些是属于要犯了过后呢，要处理，就好像要坐牢的感觉，要被困住在一个地方。犯某一些就是要舍戒，然后呢还俗。有一些是自己所犯的，要把所犯的东西舍出来。有一些是要忏悔，要认错，然后呢就要改。有一些是态度行为，在日常生活所用的事事，这些戒有不同的一种部分，所以呢，当解决就有不同的解决。但是比丘尼呢，针对比丘尼的戒比比丘还多，有300多条戒。然后呢，当你是比丘尼呢，佛陀在设定僧团，男众的僧团也要在，因为呢，比丘尼不能单独，都要有男众的比丘来在看管，来在照顾，不然的话，比丘尼的生命的安全都会有危险。所以这种话呢，是比丘尼要去哪里不能单独去，不能单独住，要有团体，要有师父们照顾，在那个范围里不能随便。所以这些很多的比丘尼戒就会造成那个比丘尼没有传到现在的。这是如果是以戒律来谈的话，这个是因为不方便造成。当佛陀来这为了十个实现来在设定呢，看呢每一个戒呢，每一条啊，都不是针对某某人，连佛陀自己也没有，全部都是以大众为主。所以一般人家的思想呢，以目前师父也是出家了26年了，常看到啊，然后常常反省，在比丘戒或是在弘扬佛法的事业，连做人能修行的，平常我们的做决定啊，无论是自己或是别人的，人家都会以两个立场，就是什么大众的立场跟自己的立场。如果以自己的话呢，很容易自私，就是以自己为主，考虑的什么都是我会得到什么，
我会受到什么影响，所以呢就会做决定。这些的话常常会有冲突，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只是考虑自己的范围。有一些人都比较大方，所规划所想都是为了大体，所以这些啊，他的心大，他就容易有包容，他可以接受人家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见解。但是以自己的立场的话，只是自己喜不喜欢。所以以两种的话呢，修行上也有差别的，连做工作生意也有差别的。所以如果是大的企业哦，一些、啊、那个大公司平常都是以大众为主，所培养人进来，他的组织们都是以大众为主，然后呢都会分不同的部门，但是当做什么都会以大体，每个人都是属于一些零件，一起操作，一起推动大那个公司可以向前进。但是如果是小公司、小生意，都是以自己喜不喜欢、要不要来做决定。所以平常以这样的话呢，连一些学术、一些知识，对于东方跟西方的思想就有差别。西方他们的思想或者他们的方法，只是他觉得很好，他们就会把它当成有一种制度，可以教别人，让多人要懂，多人要会。但是呢，以东方的习惯呢，有懂什么、会什么、厉害什么，都会私底下告诉，只是告诉自己人。所以在东方的知识到了现在有很多已经流失了，那个已经失去了，已经不存在了，不像西方他们是用制度。所以这些、啊、就是看我们以什么立场，所以呢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方法。佛陀是以大体来设定，所以呢才能够让佛法留到2500多年。然后呢这些比丘无论是到哪个地方，无论北传、南传或者密宗，如果是重要的比丘戒都一样，差别只是在哪里？差别是在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使用的，或是服装的，平常都不是一种那个，不是一种那个重要的，都是一些可以变的。对于生活方面，生活风俗习惯或是文化的差别而已，原则都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呢无论是比丘们见到面，虽然有不同的宗派，但是只是大家都有部分也是一样的调剂，所以呢就相处的和睦，不会有什么问题。看呢这个是比丘戒是分为了僧团好安乐，为了这些比丘们，对于比丘用功很爱修行，就一直支持这些不乖、行为不好，一直在克服，一直在来在培养或是改善。然后呢，为了这些不要事情从现在发生，以后就变成问题，现在的问题或者未来的问题，都全部都会防止。
不要给它发生。然后呢，对于人家信仰方面要增加，不是人家越来越不尊敬，然后呢，人家不相信，然后为了法长久，这个是十个可以分成这样。那现在呢，当佛陀以这样的来在设定哦，那我们就看。但是当佛陀在佛教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有冲突，佛陀是以什么方法来处理问题？这个叫做止正法。止正法就是阿提伽那什么塔，就是把这些问题把它指定，一些冲突的把它处理掉。有七个法，有七个方法。这个是从当佛教处理问题都会以这样的原则来在解决问题。第一呢，是应与现前调伏。第二呢，应与意念调伏。第三就是应与不知调伏。第四是应作自认。第五，调查他的罪恶。第四是以多数。以多数什么？这些现在的民主主义的。然后呢，以草覆盖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来了解哈。对于在佛教界当佛陀在的时候呢，这个原则是，当事情发生的问题，为了能够让生团和乐，为了让大家修行都能够好，克服这些不乖的比丘，然后呢，预防大家会空偏或是批评佛教，然后可以维持佛法长久。所以当有什么事情发生，佛陀就会请马上在大众面前来处理。所以呢，当每次发生事情都不是隐士来处理，都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发生，都会让大家知道。然后呢，就如果是以人有一团人来批评某一些僧团、某一些师父，就请大家全部来，然后呢，请有问题的那一位比丘在大家面前，然后呢，僧团就来在听事情发生，就请人家提出或是讲。讲完过后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巴利文叫做Sammukha Vinaya，就是在面前做。当有一些问题呢，平常都会考虑是什么？这些所讲的一些争论的是法还是自律还是不是法，不如法还是如法，这些都是符合戒律还是不符合戒律，不是戒律。然后这些啊都是什么？有人责怪，有人 complain 批评这些啊的事情，有一些人是被告，有犯戒啊，然后呢，有一些是对于生存和乐是某一些事情是为了生团，大家都配合，都支持，这个是当处理这个事情哦。
那我们就来看有哪一些啊？这个在七个，就是当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在面前，刚才所讲的面前呢，它还有很五个细节来在说明呢。比如说，当有事情，如果是影响到整个僧团，整个僧团叫聚会，大家都在面前解决问题，都来商量、来谈、来提这个事情，大家认为怎样怎样的。然后呢，如果是没有犯，没有影响到比丘戒，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认为是好，那叫提供。例如说，那个时候在法身寺呢，当有人供养那个地来，那个时候呢，刚好政府他要开路，所以呢，当开路的话，他就来影响到寺院的地，在那个水沟啊，不是水沟，它是一种溪水的一种溪水流的这个，然后呢，在反思就会拨这个地提供给大众，这、就是为了大家交通方便，所以呢，寺院就拨一部分给那个在空山的人呢，能够有交通方便就拨。就没有争论就 OK 就配合，就是这样的，当大家可以来谈，所以要谈好了，大家同意了，大家都来在护持三宝在修行，出家人就来可以修行的。对，就第一哈，如果是对于某人有问题，就马上就请那个人来跟那个人来谈，然后呢，僧团或是长老们就帮忙来在判断。当来判断的话呢，就要说实话嘛。说实话，大家都 OK， 然后呢，讲解了，然后呢，还以实相的原则来在谈，大家都 OK， 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比修也认错，大家都没有怀疑了。就停这个事情就停，所以为了什么叫这个做呢？是为了大家都同意，都愿意可以接受，然后呢，以后不会再说下去。重点是什么？平常问题解决没完没了的事，当在面前谈的，大家都静静的，不满意也不说，不同意也不说。但是当离开过后，就是。在私底下是在背后一直在讲这些事情，没完没了的，解决不了的。因为呢，是当在面前谈了，大家都同意了 OK， 然后呢要停，为了停问题不要再发生，这个是比丘戒当来解决问题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呢，我们的有人呢，在面前呢，叫他来说的，他就好知道了，懂了，但是他不愿意接，他不接受呢，他走出去，他都会说骂老板，骂公司，因为有时候是他自己也不认错，所以当如果没有不认错的人，问题没完没了。平常呢，团体组织能够很安乐、稳定，都是大家都会认错，大家都会认真，大家都会反省，然后呢，怎么配合，怎么相处。有某些人不愿意，这种人不能在团体，因为呢，只是弄到很多人很烦，所以。在比丘戒一谈了，在僧团里面谈完了，事情已经大家都同意了，决定了，
然后呢人惩罚了以后就不提这个事情了。这个是生存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呢会不会再提？如果我们再提，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然后呢人家都会放在心里。你已经说了，你还说我，你还说我坏话等等的，会没完没了哦。这个事情要小心。所以如果我们要指正法，以后不要任何事情发生，值得思考，再请人家来谈。你就跟他谈，谈好过后他认错，那就说啊，那都给你机会哦。如果给机会了他还犯，那就是可以在好像龙补，龙补外邦男那个时候呢，当来在解决，当他要当刚刚担任北兰寺的住持，他都有写一条，他有写一条纸，然后呢说在现在已经当新任的住持，所以呢都有写。如果现在寺院有什么规定，一二三四，然后呢大家来读，读过后呢大家都签名，证明是知道了，然后呢又要遵守做的。如果是在里面就写清楚，如果再犯，如果有犯的话呢，就以这个规定请你离开。结果当有人犯了过后呢，龙补就说不是我赶你走哦，是规定请你走，大家可以拿来试用吗？所以呢后来在北兰寺就有500多位比丘，在那个时候是第二大战争的时候啊，在那个时代啊，所以有500多不简单哦。这个是龙补瓦巴南来在，也是用佛法来在管制寺院，来推动组织发扬光大。所以这些啊，当我们呢要解决问题，一定考虑到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发生为重点，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把它除掉，不要给它藏起来，或是变成一种那个资讯啊，或是一种癌症细胞啊，以后它会扩大，不要有这些。所以一直减多了就减多了，解决了就解决，或者就停了，不会再提。人家已经惩罚了就不会再提出来了，这样的话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所以才叫做因语现前调伏这个事情。然后呢某一些东西如果是发生的，无论是人，无论是团体，无论是在东西，或者方法或是法，如果是有什么不意见不合，或是大家都不同，或是造成问题，都是全部都来谈聚会，然后你再说这个事情呢，大家已经解释完了，决定了，大家已经同意了，就停，或者大家遵守，这个叫做因语现前调伏。接下来呢是对于因语意念调伏，这种的话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有人他为了利益，然后呢有嫉妒一位阿罗汉的比丘，然后呢他就来在陷害人家，就说这位呢犯什么戒啊，应该不是当比丘。
但是那个时候佛陀就有在佛陀说这位不可能会犯的，因为他是阿罗汉。所以那种的话呢是当来在判断过后呢，以后有什么事情再来提，有人在说他这个人还在犯那些啊，或是他就拿以前的事情发生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所以那种话是什么，以意念是以前做决定了，以前说他没有问题，他不是犯。所以呢，但是有某一些人就一直在呱呱叫，为了吵事情，把他轰动，把他有破坏名声或这些，为了预防不要有人来陷害别人。为什么陷害别人？很简单，有人说，有听说什么什么某某人讲过，这个人曾经有做过什么不好不好不好，这些就是为了避免人家说人家是非，在生团就会变成冲突问题。所以如果是判断了过后，或者这些已经不是那个问题了，不要再把这个以前的事情提出来。万一如果是真的有新的事情发生啊，这种话可以拿来再提出，为了解决。然后呢，所提是为了解决，不是为了害别人。在害比丘呢，什么事情很容易害，然后很多人相信呢？第一就是钱，第二是女人，第三是名声，然后呢地位，以四种的就可以害比丘，不小心的话很容易被害。然后呢这些事情呢讲了过后，很多人愿意相信，喜欢相信。然后呢很多人没有好好的思考，马上就相信了。这个是为了预防不要以后会有人陷害比丘。但是如果是真的有证据可以提出来，寺院啊或是僧团都会处理的。但是要事实，不是陷害。现在有一些人呢，就是为了钱呢，要来在赶那个师父走啊，自己来在掌管那个钱，也会有的。所以这种话是为了避免，为了预防。接下来呢叫做因与不知调伏，这是什么？这个事情是当有某一些出家人出家过后，后来他有生病，或者他是发疯，或是他的精神上有不正常的，然后呢他有犯那个戒，或是弄到有问题的时候，这些啊就是哪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就解决了 OK， 然后通知大家知道。如果是以后人家已经反省，已经恢复健康了，也不能拿他在发疯，或是他不没有一种思考，整个身体有疾病，然后呢他犯那些戒，有造成那些问题，解决了过后不能拿出来讲，因为那个时候他不知他是病，或者他的精神上有不正常的，就不能再提出来。这是这样的。第四呢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一些比丘们有做不好，然后有人来再告他，然
来在高堂，佛陀判那个就叫他来问，他就说对他有这样的做，说佛陀就会罚，罚了过后呢，在僧团里面呢，当有问题的时候，除了提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让他能够自己承认，然后呢，还有某一些是惩罚他，但是不是打的，是让他有再多的修行，为了提醒正念，为了改善一些不好，然后呢，不要让他再做下去。这个是就帮他设想方法怎么能够帮助。所以僧团当有什么事情，除了讲把事实说明清楚，让人家承认，然后呢也是会想办法帮忙，让他能够有机会改善，不会砍掉，不会杀掉，会给他们的方法怎么能够改。好，现在比丘界哦，有很多，就是有一个比丘啊，他呢很厉害，讲经说法厉害，然后呢他的手艺也很好，他建那个他的疗房很好，所以呢就很多人常常来参观他的，然后他就趁那个机会摸女生的屁股啊，或是身体啊，然后人家就批评，佛陀就问他，你有这个做吗？他说有的。佛陀说比丘就不能碰女生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己会不能克服自己的欲望情欲，然后呢就会碰到人家，是得罪人家，这个是会造成人家对出家人会影响到信仰，或是人家信心。因为呢这种话是一个性三骚扰的，这种话是不好，所以呢佛陀就会定。连有这个也是什么，看到人家的老婆很美，然后呢他丈夫生病很严重，就讲一直赞美死亡的美德，结果他的人家的先生就愿意死，就吃一些造成身体有副作用，然后呢就死。后来人家知道，因为呢这位师父讲让他的丈夫呢愿意死，就吃的随便吃，就会造成病发作死，就一直在批评。佛陀就问他，他说对，我就做。佛陀就定这个条，这些，但是这些的如果是犯一种的话呢，出家人不能赞美死亡的美德，不能碰女生的身体，这些就是因为会影响到人家家庭的幸福，也会破坏人家对僧团或是佛教有怀疑心，有不安全，这个是很严重，所以呢佛陀都会定。这个是要叫他说明，然后他就承认，佛陀就定。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解决。第五呢叫做调查他的罪恶。有一些人就来在一直在问他，他做错了犯戒的一些问他，他都说的好像什么，好像拒绝，好像说不是我的，一直有很多借口，很多话讲，然后呢都把事实扭转这些。后来呢他不承认，僧团就要在很严紧的调查，研究，然后呢就拿出来真面目，然后呢就能够让他找到证据，让他能够自己可以承认这个事情，
才能够，然后呢就让他惩罚，然后如果是他拒绝拒绝，就用僧团来在控，以他这个人的话惩罚他。虽然他拒绝，但是因为呢证据具足，就惩罚，惩罚他，让他去忏悔，然后呢就好像被闭关啊，或是在一个山到山顶的，然后呢就不能下来这些等等的。这些惩罚的有不同的程度，但是会以这些啊，所以当我们有事情，然后呢当有讲了过后呢，人家会讲东讲西，讲的不太合理，我们要什么，我们可以用啊，以这个原则，现在的事情发生，所以现在判决定要大家做什么，就变成大家都要接受，然后呢一起来去做，为了不要事情再发生。接下来呢第六是以多数，以多数呢这是什么，当有某些事情发生，然后呢都是造成有团队有很多人啊意见不合啊，在意见不合那怎么办呢，就是算票，大家举手，各个都有意见，各个都有意见，有不同的想法，那就归纳了过后就来再让大家举手或是抽签，到底要哪个，为了停止这些冲突，一些意见不合，就把它停止。第七呢，第七是属于以草盖覆盖，就是什么，因为有某些事情发生了过后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团体，整个僧团呢吵架，然后呢争了都不能，两边都不太不承让，都一直在吵架，这种话是什么，我就用好像吵的覆盖，就好像什么，大家停，不要再舔下去，然后呢把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各个都停，如果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所以这种话是什么，当夫妻之间呢一讲意见不同的时候呢，是最好用这个，是什么？因为讲了你赢也没有什么好处，都会有吵架而已。就是 OK， 那这种啊，各个不同的立场的各个，然后呢都不用讲。哪一些呢？宗教的、政治的，如果你再讲下去呢，我们的家会破裂的，会翻脸的，感情本来就好，都变成疏远了，都变成敌人了。所以这些是用以草覆盖，就是为了不要给他有冲突或是破裂，然后呢大家就停，不用再讲下去了，各个做自己喜欢就好。这个是佛法的指正法，就是当在团体或是我们的家里有我们的公司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佛陀用这个七个方法我们可以怎么用，因为这些呢都是为了解决生命的烦恼，然后呢当事情发生解决过后，不要再给他再重复发生，可以预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相和谐的相处，然后有互相关怀，不会破裂。因为当人伤感情过后呢，好难能够回原哦，因为这些
当意见不同啊，有时候就是可以分手，可以分，好像家破人亡这样的。这个是为了我们的家庭的幸福快乐，能够关怀照顾。今天就拿佛陀所定的定戒律之法，然后呢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学习佛法愉快，可以用应用在生活上，解决自己生命的困境烦恼，可以把问题除去，然后呢创造家庭的幸福快乐。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我们就请大家以虔诚的心向佛法僧诵顶礼三宝。阿拉汉萨玛萨布陀帕克瓦布当帕克瓦当阿比瓦提米拜阿姆布陀米纳图巴布达加本地奔红楼สวาคาโตภะคะวะตาธัมโมธัมมังนมัสสามิไปธัมโมเมนาโถพระธรรมเป็นที่พึ่งของเราสุปาติปันโน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สาวะกะสังโฆสังฆังนมามิไปสังโฆเมนาโถพระสงฆ์เป็นที่พึ่งของเรา请每位以虔诚的心向佛法僧三宝顶礼三拜，拜，再拜，三拜。祝福每位学习佛法愉快，家庭幸福快乐，家庭平安，生意兴隆，赚大钱能大富翁，福慧双修圆满。能够早日证悟内在法身佛性，离苦得乐，佛主保佑。Chao.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